这点吧，掰下去得了。哎呀，这手盖这样掰下去啊？嗯呐。我不敢掰呀。没事，你掰吧，上医院等去。他这手盖了。你掰去干啥呀？啊？这还，非得这还被咬。干啥呀？你别吓唬我呀！我告诉你，我的胆小啊。你我吓得我都不敢整咋整？哎呀，这他这就手盖，手盖全这个歪了。搁剪子剪不了。剪不了，你就这个。你看这水那才一点一点的，才干啥疼？疼，时间长疼。搞他这玩意儿，上医院能接下去？你接他干啥？别紧张，你给我手都掐麻了，你轻点。哎呀，你这个，这老婆疼坏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你给我，给我手掐麻了，你给我打给你抠。我胆小，他成胆小了呢。嗯呐，胆小你就掐一点。你看咱打针呢，我靠你真。再一拿出针，我看刘跑。哎，刘大夫一给谁打针，他就想起我了。别动啊！先生，哎呦我的妈，给我的手掐麻了。这是现在你说牛把俩针能躲过去吗？这还这才。你掐我，你躲不了啊！没有说。你掐我，你能跑得了吗？嗯。我该抠抠我的。嗯。不整了还不行。太厚了，太厚了，还长啊？长在修呗，嗯，长在修呗。修完还长？那就是灰指甲。对喽。那可咋整啊？灰指甲得用亮甲，我告诉你。哎呀，你那成黄了，他妈了，都太厚了。嗯，听明白没？你黄他妈太厚，你是，那你的厚不厚啊？我这不厚，我这你是黄爹，真的，你是他妈，我是他爹。你说，哎呀，你俩分配的挺好啊，你。那可不，那皇帝啥也不是啊。我说是，皇帝妈呢，你是他爹。这样，来往这边侧点来，哎，好嘞，不疼，别紧张啊。对，这是太带钱了，这主要你能干哪，我就陪着孩子，你白给你修的。我这多少钱呢？这一说，俩才五百。俩才五百，还这么尖。六百，我俩是不，五百五，我们闺女她说你别说五百五，你是六百五。你不说嘛，五百五骂人嘛，二百五嘛。你好。哎呀，清秀不少啊。这个咋着啊？差不多。又骂人。骂人不能不知道外地人呢。哦，爹啊，这会儿咋的话？推一个也行，怎么整的？嗯，你也整啊？你吃可糖吗？你也整啊？我这人我这整不了，他们这孩子来就是整的，实在我现在不了，嗯，有不了看不着你。哎，饱不少。